大家好，我是黄娘奶子，我们红萌说真耶。今天是九月第五次奶茶新品选品大会，刚好看完这个视频，十月份国庆节可以喝奶茶。是的，刚好是国庆中秋，第一杯喜茶月关，正常冰16块钱少点。讲到这个我就要骂人了，他这杯是喜茶和苏东坡的联名，你问过他吗？谁？苏东坡。所以钱给谁了？不知道。我希望你下次跟秦始皇你为我五十，我要登记。其实就是中秋主题的奶茶，上面写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里面是铁观音的乌龙茶，再加上水牛乳。哎，你这个配方你听一听，我好像听过500遍，但是它好像那个茶种是好的，可能会贵一点点。再看，就是我们平时喝的奶茶呀，有什么区别？没有芝士沫，人家是牛乳做的，那不就是你每天在做的事情吗？拿乌龙茶兑那个兑牛奶。太似曾相识了，但这杯好喝，比之前那个好喝一点，是我心理作用吗？因为它比较甜。现在全网的网友都会说这句话，我们这个团队觉得还甜，那就是真的甜。但实话说，少甜是甜的，但也没有那么甜。是我喜欢。而它其实是清新的，如果点少甜或无糖的话，其实它那个茶味是比较香浓浓郁的，是好喝的茶水。但卖16的话，就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木头舌头喝不出它那个茶种的好，因为全部都被那个奶味冲淡了，或者是糖味给冲淡了。下一杯 Coco 遇见富贵花，正常冰18块钱7分甜，桂花龙井茶加上奶浆，还有芋泥和珍珠，可以选冷的，也可以选热的，热的就是一碗粥，冷的就是一碗小甜品。这杯就是名字取得挺厉害的，但里面的配料感觉就是10年前他也可以做这个配料。但这个如果你请你妈喝的话，你妈会很开心的。哎，我妈因为爱我，我给她我是什么她都开心。不是因为遇见富贵吗？她的那个芋是那个芋头的芋，是就很吉祥。嗯，怎么样？大可不必，毫无特色。他们家珍珠一直很是好吃的吧？一直是好吃的，非常一般，非常没特色。感觉我自己兑的好像比它还好喝一点，它这个很像，但是它7分甜怎么一点都不甜啊？是不咋甜，可能是我们的问题。珍珠是好吃的，然后呢，但是那个芋头哦，芋头就一吃就是以前那个香飘飘的那个芋头奶茶里面那个芋头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粉，人工粉的感觉，非常非常明显，假甜。下一杯百分茶大橘白巧，哎呦，标准冰17块钱7分甜，哎呀，有点可爱，大橘，它是橘子汁加白巧克力哦，就没咋见过这个配方，17块钱加7分甜，里面还加上了乌龙茶，好难喝。哎呀，是橘子汁搭起来很奇怪吗？非常奇怪，我的妈呀！哎呦，这个巧克力放进去像那个糖水一样，好难喝。完全没有橘子味了，只有点酸味儿、酸糖水。哎呀，它像是巧克力煮酸了，就是你煮了过期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但它还有机会，这杯一定好喝。大橘青提啊，那没有难喝的空间。19块钱7分甜，你看它还是有，只是我们贱，只选了一个白巧的，是我的问题。这里面是橘子汁加青提，还有茶底，喝看，还有茶冻的。我感觉我们每次都说这绝对好喝，然后就反折了。不会的，橘子汁加青提怎么会难喝？就是萌叔反着买，别墅靠大海。你这话说的，你最近看中什么基金？股票了，我也反着买。哎，最近我们的作业，那天我们开了6个小时会，在分析小米公司的上市财报。你准备买入了吗？然后我们老师的问题太精彩了，他说小米造车是他的星辰大海吗？请说出你的看法。我当时我们整个小组都说，我们能说出个什么看法？我连财报都看不懂，我能说出个什么看法来？那怎么样？他们两个结合，喝出了黄皮的味道。哎呦，不难喝，但是也没有好喝到哪里去。我对黄皮很尊重，黄皮本人是好吃的，但做成奶茶的都不太好喝。对，严谨一点，就是连个假橘子都没吃到。它是橘子汁儿哦，它是橘子汁儿啊，但也没有吃到青提呀、啊，冻冻啊，它是青提汁儿加橘子汁儿吗？不行，百分差。来，赶紧说这个是谁说好喝的？再加加油，但比白巧要好喝吧？好喝很多，但好喝。其实我喜欢这个味儿。上周不是有个茉莉青提，那个好喝很多、啊，那是我们第一名啊。对，那杯就很好喝啊，正常一点。下一杯舒叶黑乌龙鲜香奶茶，少冰，原价16，到手14，少甜。配方是黑乌龙加纯牛乳加青牛乳，青牛乳是什么？芝士沫啊。对，真假的？我看他们官方说的那个，就是相当于那种冲泡的那种，厚乳糖浆的那种东西。我们乱说的，乱说的，是的，女士还乱说的，只要你垫这一句好像就可以。才不可以！最近我看他们那个音乐版权，不是黄绮珊开演唱会吧？大家都想听他唱的《向云端》，他只唱一个字"向"，然后全场自己唱。有啥意见？品不来，好一般。这么一比，是不是月关好？对，月关甜一点。月关甜一点，放屁吧你！你喝，太没味儿了，这个。喜茶我喝出来是茶加牛奶，这个我喝出来像某叔的粉底液。你还喝过我的粉底液啊？就是冲冲水，就是那种粉质感觉的。哪一瓶？DW，DW 可能会挂杯。
最近我一直在杭州出差，我不在的日子里浩哥正常吗？精神状态还好吗？是不是有点太想我？你有了分离恐惧症分离焦虑，通过吃我的化妆品来思念我也不至于。这杯其实和月关差不多，和喜茶差不多。书页还有一个叫做黑乌龙麻薯少冰原价18到手15.84元，少甜，就是在刚刚的茶底里面加上了麻薯，我直接尝了啊。哇，你不看好的它就很不好。这是茶底加上麻薯，这是相当于是你多花2元买了个麻薯的小料。是的，没什么意思。蜜雪冰城芋泥好暖椰，正常冰10元，7分甜。这个是回归款，珍珠加芋泥加上椰浆。网上的网友就说，像我这么不挑食的人，我都喝不下去。冰冰今天上热搜呗，涨价了是吗？是，我不同意。蜜雪冰城上市公司啊，我去分析一下你的财报。上市失败。哦，没上。那我就看不到你最近的财政压力是什么。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我现在是专业的研究生。我可以帮你算估值啊。那你估一下我们有多少钱。我们就是不值钱。怎么样？好难喝呀。哎呦，我就记得好像去年我们是说难喝的，好像是说难喝的。真的好难喝呀，为什么要喝这个？我犯了什么滔天的罪？这么一比，这么一比 Coco 是不是还算好？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工业感很重。在这里面最难喝的居然不是芋泥，是椰，是珍珠和椰汁，它有味儿，难喝的味儿。哎呦，我想喝甜辣辣。下一杯椰普泡茶，生椰桂花酒酿，少冰18元，7分甜。里面是桂花碧螺春，加上生椰乳和桂花酒酿。但是我没有喝过生椰加桂花酒酿，但好像出这个产品也不意外，就是它就是像排列组合一样。对，而且我们小区桂花开了，好香啊！真的、啊，哎，最近加班我都没有时间去体验生活。已经遛狗的时候闻到了，怎么样？叹气是什么？今天没有一杯好喝啊！大声说出来怎么样？我要搜水。那你太大声了。你看，今天喝下来最后还得是喜茶，真的是有香味的搜水。请把你刚刚对喜茶那些不敬之词全部都收回来，我跟他说对不起。喝起来味儿我不是喜欢的样子，不好喝，像呕吐物，是有香味。你不要说这种话。它里面的那个酒酿怎么一个小圆子都没有？它是纯酒酿。我刚那一口吸上去就像是吐在里面，难喝也没有说特别难喝，不精彩。我会觉得国庆节没有必要为了它排队，这也就完了。大家是不是等着要放假、啊？是的，我们也备战双十一嘛。嗯，然后呢，我去开会的时候就跟我说，国庆节8天，哎呀，所有商家不上班，联系不到。我们最后给大家贴一个我们整个8、9月的红榜贴出来，到时候你就直接按照这个榜单去喝吧。是有什么喝什么，我宁愿你们去喝肯德基的气泡美式，狂好喝。下一杯椰普泡茶，咸柠桂花，少冰18元，7分甜，里面是桂花碧螺春加牛奶。这是一杯水，一杯水，没有任何味道。怎么样？天哪，这个不就是纯牛乳吗？其实我本来是想骂喜茶，我说你那杯卖16元，怎么敢的？这杯比喜茶小哎，他卖18哎，他凭什么？ 我是真的感觉他是不是忘记放哪个产品进去了？只有牛奶是吧？在喝奶，喝牛奶吗？牛奶加茶是有点桂花了，各种味道比较淡。像、就是、像是什么？上一杯冲剩下的，然后这边倒奶涮进去。哎呀，做不好桂花不要做，就是又香又苦啊。它是单薄之寡淡，怎么搞的？下一杯茉莉奶白水底香，17元，少冰7分甜，里面用到的是金牡丹和牛奶。我别的品牌其实一般不打开盖子的，我每次我倒那个什么茉莉奶白，我一定要看它给我多少，这里面有没有奶盖，它给我多少，我每次会看，我一定要看。哎，撕不开。咦，哎，牛逼。哎，不想让你看，就是不想让你看，喝吧，不看了。感觉确实不满，他们家每次都不满杯，为什么呢？好难喝，对，没有很难喝。对金牡丹，我们是很尊重的，这味不喜欢，有种像玫瑰花放久了的那个味道啊。有味不好评价，可能很高级吧，但是我野猪喝不来。可是网上喜欢喝它人很多哎，所以我说我是野猪的。我们就需要站在对立面，这真的不好喝。不是，它怎么是这样？有一股老烟灰缸的感觉。那我没喝过，我整个能感受到，就是说，像我爷爷以前很喜欢喝茶。一个铝的罐子，然后里面会有个黄色的那个纸，然后包着那个茶叶，然后放在那边受了潮，然后放了一年，然后突然冲泡了一杯给我喝，就那种感觉。那你一定是捡的。好难喝，这杯真的很难喝，非常难喝。这杯是我今天最低分。下一杯茉莉奶白，一口水底香，里面是金牡丹加上牛乳，买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茉莉的奶油顶。这可是我看粉丝说每一次都是不把它盖上去吗？他说一定要盖上就很好喝，你错过了这一次。你都撕不开，我怎么盖上去？那就是大家喝的习惯。有些人会喜欢说把这个在奶茶里面搅匀了喝，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喜欢分开喝。来，我们满足网友，然后我们倒进去，我们试试看。你要不要先纯水？来试试看。这杯刚刚是一个配方，只是上面加了个奶油顶。加奶油顶之后，我看看能不能更好喝。这个为什么吃2片？好吃吗？也是没有必要了。怎么样？多了一些奶油的感觉。废话。要不然我刚加的是什么？要不然还加的是什么？寂寞吗？好喝吗？不好喝，但是比上一杯要好一点。它多了奶香味，更浓一点。21耶，这不满杯耶，不行，没啥特色。也不是不能喝，
21块钱买点啥不好？存着钱过双十一不好吗？这周别喝奶茶了。哎，最近上了另外一个热搜，9月份工资慎用，因为国庆节要结婚是吧？对，7天有4个同事结婚，还有6个同事结婚的。这时候就要看谁的朋友少了。人家说我现在出国了，但是你朋友会说人不到，但礼金要到哦。好，本周奶茶是命总结榜单在这里。总结下来，硬喝一喝，喝喝喜茶吧，其他的都难喝。开局即巅峰啊，每一杯都难喝，各有各的难喝的点，非常精彩，不建议大家喝。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7、8、9月份现在还正在上市的，能够好喝的红宝，大家国庆节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好不好啊？今天视频就是这样，爱你们，我实在是不死心，我觉得昨天那条视频拍完之后完全达不到我的发布标准，太难喝了。我今天又选了3杯乐乐茶的，因为我们在某书上面有很多小伙伴艾特我说想让我来测一下。是的，而且上了热搜了。我3杯都难喝的话我真的会生气，好吗？就当巴拉避避雷。我今天已经看到大家发热搜了，说 Coco 的遇见富贵花它的周边居然还要钱。是的。我们昨天拍的时候还没有周边，那个好像是个联名，我们对那个 IP 是很尊重的。乐乐茶贵人来赏花，哇哦，真是金秋哦。它这里面是福鼎白茶加上广西金桂，还有纯牛乳，没有反式脂肪酸，没有植脂末。网友说怎么样，好喝吗？网友说这是你们最好喝的一杯啊，开局即巅峰啊。对，好喝吗？都是水味。就还好吧，浪费了我今天的拍摄。很不浓郁，都是水味，可能你适合用3瓶管喝，太细了，你没有粗管的。不行，我用我的嘴，我直接蹲，好吧，来真的都是水。还有一杯贵人不费舌高山雀舌芽萃加上纯牛乳，一样的包装啊，我用嘴喝好吧，16块钱。不理解，跟昨天的那个金牡丹是一个味道。哎呦，这还没上面好喝呢。还有一杯乐乐茶雀舌轻盈9块钱。哦，它不一样，它便宜，这纯茶底。我跟你说这3杯里面它最好喝，真的它是最好喝的，你喝很清爽。哎，说它好喝吗？我说不上来了，只是说比上面好喝。浪费了我的复测。